我们今天出来吃串串香啦。你看我的。去，太有食欲了，马上就可以开灶了。调的这个小料，妈一看就好吃。哎呀，太有食欲了啊！有食欲。嗯，猪肉，牛肉。老朵，你这是尝尝搁家洗一天了，这洗墨鱼茶。妈妈，嗯，谁家说话呢？这茶好吃，开荤了。好香啊，脆脆齿耳的。还有吗？